呀？你松开，我跟你说两句话，松开。进去之前给你嘱咐两句，一会儿进去只管看你的房子，少说话，能不说话就别说话，听见没有？我能说什么呀？最重要的，别跟我动手动脚的。我来了，怎么来了？来了？谁呀？你干嘛？我干什么？你干什么？你们是？哦，白阿姨，这是我同事邵邦成，他跟我一块负责您这房子。哎，你怎么在这儿啊？你是不是为了他才上班的？别瞎指人，懂不懂礼貌？我刚怎么跟你说的？你看不看房？不看房，我走了。那我当然看房了，那你得给我介绍。你看你能不能不动手啊？哎，你不许说话啊！我可不喜欢听你说话。哎，你好。哎，你好。哎，这房子格局不错啊，还挺喜欢的。你这同事靠谱吗？还可以。这同事啊，特别靠谱。甩我干嘛？我看他不像买主，今天的交易成不了。哎呀，我们努力啊，尽量。不是你看房子，看房子，你老动人东西干什么？怎么了？看一眼嘛。我怎么？这房子旧是旧的，但这设计吧，我还挺喜欢。哎，这花园也还行，花长得挺好看的，打理得挺干净的。你觉得呢？你买房子，你觉得行不行？你觉得好不好？你能不能不老动手？我拉你一下怎么了？我这怎么跟你说？拉一下怎么了？是不是因为他在那儿，你不让我拉你？什么乱七八糟，跟人家有什么关系？不是，不是那个，洛总，那个有个事儿，我得提前给你声明一下啊。这个是一个挺好的房源的，价钱可不便宜，这跟你随随便便买个包不一样。你这事儿你能做主吗？我自己的事情，我当然能做主了。再说了，为了你，我花多少钱买什么东西都可以。不是就不能不动手吗？哎，阿姨，我倒是要问问您啊，您家这房本上是您的名字吗？你老公同不同意啊？哎，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啊。哎呀，怎么了？你的话问完了吗？啊，那好吧，我一个一个的回答你。第一，关于卖房这个事情，我先生没有任何态度，因为他已经过世了。第二，就是这个房子，房本是我儿子的名字，所以所有问题最后如何处置都得他来定夺。您的问题我回答的，你还满意吗？嗯。抱歉，我要接个电话。喂，哟，儿子啊，这刚还说你呢，啊，不是，是那个有人来看房。哎呦，儿子，你放心吧，肯定是那个正规的中介公司。啊，你当时是不是说，只要你拿了第一笔佣金，你就能离开花园店？哦。哎呀，不是了，那个年轻人。啊，年轻人未必看上咱们这房子，咱这房子太老了。阿姨，我来。哎，那个，我跟你说啊，干嘛？哎，喂，神奇啊，哎，你好，太懂礼貌。你家这套房子我要了，什么时候能签合同？行，那我们就约三天后见，怎么样？我那个，我是话没说完呢。那个 ，OK， 不是那个，洛佐儿，你想没想好啊这事儿？对呀，小姑娘，买房花的可不是小数。我可提前告诉你，这买房定金要是付了，可不管退啊。所以呢，我建议你啊，回家呢，跟你们家长好好的商量一下，再来决定，好吧？不就是买个房吗？有什么可后悔的？
现在是不是你的金牌客户啊？是不是嘛？那我走啊。哎，你我锁上。是不是？看小说呢，看那么半天，能看得懂吗？我怎么看不懂了？我爸签合同的时候，我可是看过的。你看啊，你们这条条都是针对甲方，这条款太霸王了。我加一条。加什么加啊？我们这都标准的，你赶快签了，完事儿了。我加一条啊，你听着，如果此次交易中，乙方有伤害到甲方身心健康的行为，或者乙方未尽到有关房屋重大事件的告知义务，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协议，并不赔偿任何损失。骆小姐，停。比如你现在跟我说话，就是伤害到我的身心健康，这房子我就没法买了。晨晨，我可说好了，这次房子买了，佣金只能你一个人拿。行，那二位慢慢聊，我先出去了啊。晨晨，快，你快加上这个。你不是想早点离开这儿吗？合同签完我就交定金了。怎么说的来着？如果来来来，你自己打，自己打。啊，行，我来打。可不呗，跟买白菜似的，说买就买了。你说他为什么找邵鹏程啊？美丽姐，好美丽，行行行，好美丽。你说是这邵鹏程帅啊，还是我帅？靠脸吃饭，肤浅，别让我瞧不起你啊，丢人。我就不相信白老太太家这别墅这么轻易就卖了。晨晨，等这次合同签完了，你带我出国玩好不好？啊，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真的？那你不能骗我。你赶快回家吧，我还有事儿呢。你别让自己太累了，我会经常来看你的，给你带好多好吃的，好不好？嗯。哎。干嘛？晚上继续去客户家呀？那么主动？爱岗敬业呀，不查出问题绝不能罢休。我怎么觉得你不安好心呢？自己去啊！我害怕。事儿真多。灯是你关的，无不无聊啊。
我说，不害怕吗？声音，嘘，你听听。哪有什么声音啊？别老是装神弄鬼的。我刚真听见了，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就是这声音。没事。这什么声音啊？就别弄了，行不行？明天白天再弄不行吗？别闹，快过来。阿姨，你就放心吧，你们听到的声音啊，就是这几个小东西的。哎呀，这下水池里还有鲶鱼啊！是啊，这种事儿其实也是经常会发生的。你看啊，像这种老的筒子楼，一般呢都会有一个统一的下水道。那为了方便检修呢，就会留一个小的蓄水池。如果你楼上的邻居哪天买了鱼，就放在水池子里，他们很容易就会沿着这个下水道啊流到这个蓄水池里。久而久之，这鱼长大了，再加上有的时候那穿堂风一来，地漏的气孔再加上声音的震动，那这鲶鱼的声音就很像是小孩的哭声。哼，这就跟吹笛子似的。哎，这看起来我们都被他耍了呀。是啊，阿姨，您看这原因都找到了，这房子呢其实也没有太大的问题。您看，您要不就别退这房子了吧？是啊，妈，有鱼的房子最吉利了。是啊。不是那什么，阿姨，您看这事儿的源头咱也找着了，是吧？您这得下个最终审判啊。审判？啊。你这鱼咱不能浪费了呀！您看咱是清蒸，要不就红烧了，咱自己个儿吃的多好。哎，你们家大早上的干嘛呢？叮铃咣啷的，人家隔壁都投诉了啊！啊，那什么，不好意思啊，我们刚才就搬了点东西，所以可能出了点动静。你们这些租客可别瞎折腾，要不然等人业主回来又得找我们物业的事儿。什么租客呀？这房子是我的，我想怎么弄怎么弄。你的房子？你开玩笑吧？这家业主我认识啊，人家可是著名的外科大夫。你们这些租客现在是不是脑子都不大清楚了？啊？哎，对，就是他，就是他。前几个月啊，我亲眼看见他才搬进来的，就是他。周立峰，我女儿还没有嫁给你呢，你就敢欺骗我？她要是真嫁给你了，你还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没有底线的事情来呢。你也知道，我们上海姑娘一般是不嫁给外地人的。我为什么要你买房子呀？就是为了让我女儿不要受苦。你倒好，拿租来的房子来骗我。跟康妮在一起这么多年了，你应该知道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爱她。我知道我是农村出来的，在上海也没有房子，可能。
确实不符合您的标准，但是，但我可以去证啊，阿姨。我跟妮的爸爸，啊，这么多年来支援边疆，年轻的时候吃了很多很多的苦，现在老了，我们就是想回上海生活。本来是指望着你能够安家立业，找一个条件好一点的本地人，我们可以跟着享受天伦之乐。可是你呢，要什么都没有，你这不是完全彻底的破碎了我们回上海的希望吗？妈，我知道你这都是为了我好，但是你当初不也是因为爱爸爸，所以才跟他去了那么远的地方吗？虽然现在你们还没回上海，但是你们现在不是一样过得很快乐吗？你傻呀，妈妈年轻的时候吃了多少的苦啊，我就是不想你走妈妈的老路。阿姨，这是我的存单还有银行卡，里面一共有117.2万，是我所有的积蓄，我想把这些钱全都给康妮，不管你同不同意康妮嫁给我，我都想这么做。我觉得这些年如果没有康妮陪着我，鼓励我，支持我，我肯定走不到现在。阿姨，我保证以后努力工作，我会赚很多钱，我把赚的钱全都交给康妮阿姨。妈，李峰是真的很爱我，你就同意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吧。女儿，我今天要是答应了你，你将来指不定还怎么责怪我呢。我是不想让你往火坑里跳，除非你不认我这个妈。你呢，也别怪我太狠心。妈，妈，你是自己走呢，还是我轰你啊？妮妮给他，我们不需要。你先回去，我再劝劝妈。走了，阿姨。来，吃点东西吧，我们都算一天了，能算得明白。瞧不起谁呢你？我可是美国名校的高材生。还美国名校高材生呢？算出来没啊？你看啊，这个现在如果要买这套房子的话，这套房子的总价现在是370万，对吧？咱们按照首付最低的30%来算，再加上税费、过户费、中介费，总共加起来首付大概需要150万左右。周先生现在可没这么多钱呢。那你这算了不等于白算吗？着什么急呀？我能算不明白吗？房主是在比利时啊，
比利时现在下午2点，正合适。这你都知道啊？跟你说了，我是高材生，吹呢。喂，哎，您好，请问是许维汉先生吗？哦，我是您上海房子的代理中介爱宇家的陈真真。 江小姐吗？不好意思，我现在真的不想说话。我，高小姐，刘阿姨，啊，这儿人多。 我们到会议室聊。程小姐，这退房租的事情，你找周立峰就行了。干嘛把我们俩叫来？是不是又想替他说好话？阿姨，您别着急，我们叫您来呢，不是想替谁说好话，是我们想了个办法，可以把这套房子买下来。 你蒙谁呢？就他那一百来万，能买什么样的房子啊？走，就知道中介是骗人的。哎、你看，你们是存心的合起伙来把我骗过来。走，妈，您先别激动，我们先听听程小姐和邵先生的办法，我们再走嘛。有什么好听的？这一看就是骗人的。刘阿姨，把话听完了再走也不迟。是啊，阿姨，您先坐一会儿，您倒杯水啊。 昨天我们给房东打了一个电话，房东现在同意以370万的价格把这套房子卖给你们，首付70%，剩下的做房贷。其他的费用加在一起，首付款需要付150万左右。周先生现在有110万，差不多50万就能把这套房子买下来。而且房东知道这套房子是周先生跟康小姐结婚用的，而且也知道你们现在在经济上比较紧张，所以房东同意3年内把这50万还清就可以了。刘阿姨，不知道这个消息。 对您来说算不算是个好消息啊，妈？只要立峰买了房子，您就可以同意我们结婚了。这哪是买房子啊，明明是负债累累。你要是跟他结婚了，这300来万的负债就由你的一半，你能不能清醒一点啊？阿姨，房产证上肯定只写康宁一个人的名字，我还会写一个文字说明，证明跟这个房屋有关的贷款全都由我一个人来承担。您要是还不放心。 我可以去公证处做一个公证，那也不行啊！你万一要是还不起，到时候生米煮成熟饭，我还能让女儿跟你离婚啊？真是的，你们也别劝我了，我已经定了，我不同意结这个婚。走，妈，走不走啊？妈，阿姨，我真的求你了，阿姨，你就把康妮嫁给我吧，阿姨。 你们这是威胁我吗？我怀孕了，已经2个月了。您要是不嫌丢人，我就把孩子生下来当未婚妈妈。但是您想一下，我一个人拉扯孩子，我得多不容易啊！ 说不定还会被别人笑话，被别人看不起。万一孩子生了病，住院打针我要一个人陪他去，说不定到时候连工作都没了。妈，这不是比嫁给周立峰？行了行了，别说了。 你是铁了心要跟周立峰好，妈妈该说的、该做的都做了，你
将来要受苦，别怪妈妈没有拦着你。邵县长，那你们帮我办购房手续吧。行了，买不起房子就别买了，先租着吧。等你什么时候赚够了钱，再买好的。这养孩子要花钱的地方多着呢。谢谢阿姨，谢谢。你们俩这单完成的不错啊，虽然说客户最后没有买房，但是呢，总算化解了一家人的矛盾，还促成了一段姻缘，表扬。没了。啊。不是店长，你这不能光口头表扬啊！你知道为了这单子给我吓得半死，你是吧？是不是？是吧？要试一下。瞧你点出息，吓得魂飞魄散。傻子，你是不是真傻呀？我要是奖金不也有你份吗？行了，你们就别再浪费时间了。我认真的提醒你们啊，到了月底，要是还是一单业务都没有做成，别奖金了，工资都没有。店长，你这也太瞧不起人了吧？到月底我们俩要一单都做不成，我们俩还混什么劲儿啊？那白阿姨那房子？那我朋友不都签了购买意向书了吗？明天只要白阿姨儿子一回来，这事儿马上搞定啊！你那小女朋友靠谱吗？谁小女朋友？不是我女朋友啊，就是一普通朋友。她至于她靠不靠谱啊？那不明天不就知道了吗？反正到时候如果真要成了的话，你别心疼你那点提成啊。嗯，我看明天到底是她靠谱还是你嘴硬。等这单签下来了，怎么着？你请我吃大餐，别老天天拿着破盒子糊弄我。等这钱下来了，你说吃什么就吃什么，啊？行。陆总，是不是你没落难前的青梅竹马？别瞎说八道了，我怎么可能跟陆总那样的女孩在一起？陆总怎么了？陆总不是挺好的吗？你瞧你现在都什么样了，人家还对你不离不弃的呢。哎，您跟陆总在一块得了，挺适合的。你等会儿。我现在怎么样了？啊，我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啊？你啊，真的，现在啊，单身率这么高，你又落难了，就凭你这长相，能有人喜欢你就不错了。你给我好好说话，我长得怎么了？啊？我告诉你，你长这么大，你见过长得这么帅的男的吗？哎，你这人怎么那么没品位呢？你不说我长得不好看？好，你还生气了呢？给你个好东西，这是不是你之前丢那本日记？你怎么找着的？不告诉你，我可是费了很大劲儿才找回来的啊。那个租客跟我说，他们按照你上面写的旅游攻略去旅游了，还找到了很多潜水圣地，特别漂亮，要说谢谢你。谢谢你啊。我之前写给你那欠条，你得还给我。什么欠条？哦，哎，我早就忘了放哪儿了。那什么，你就当你不欠我东西啊。那行，咱俩以后互不相欠，啊。Thank you.
就是你明白我为什么不想卖这房子。我走了。如果此次交易中，乙方有伤害甲方身心健康的行为，单方终止，不分喂，洛小姐吗？哎，谁啊？我呀，我是那个前天卖你房的那个白阿姨呀。啊，怎么了？这么晚有事吗？啊，事儿倒没什么事儿，就是我一想到我这房子吧，就要被卖掉了，心里吧就是舍不得。毕竟我在这住了好几十年了，我真的对我这房子太有感情了。你不会是要反悔了吧？那不行啊，这房子我买定了。没，我不是反悔啊，您能看上我这房子呢，我就觉得这咱俩的缘分啊。中国不是有一句老话吗，叫有缘修得同船渡。我今天特意找物业，让他们把我这房子我前前后后里里外外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迎接您这位新主人。啊，是的，这是我真实的想法。哎，对了，还有一个事儿啊，我得要嘱咐你一句啊。这个多少年前呀，我请这个风水大师啊给我算的，我在院子外面种了一棵风水树。这棵树你千万千万的不能让别人动，记住了吗？什么风水树？这房子还有这么多讲究吗？啊，我这房子讲究倒没什么讲究，但是呢，冲咱俩的缘分啊，我要不跟你说，我觉得特别对不住你。所以我就请那个大师啊给我算了，我在外面栽了一棵风水树，这样可以挡一挡，化解一下这姻缘煞。啊，当然了，你们年轻人不信这个，对吧？中国还有句老话叫信则有，不信则无，咱不信没有，就肯定是没有这个事儿。不是，什么叫不忘姻缘啊？你等着啊，我现在过来找你啊。哦，来了。谁呀？白阿姨。啊，洛小姐，你还亲自来了？有什么事情给阿姨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啊，没事儿，我就随便看看房子。看房子白天看清楚啊？我这，行，我把灯给你打开。对。就是那棵风水树，那就是大师指点的风水位。大师说了，树长得越大，化解姻缘煞的能量就越强。姻缘煞，洛小姐，就跟你说说我的故事吧。来，跟我来。洛小姐，请您看这张我们全家人的合影。那中间是我年轻的时候，旁边这位是我先生。我先生当年啊身体特别特别的好，可是搬进这个房子不久，他就患了肝癌。走的时候才40多岁。旁边那是我儿子小的时候，现在已经是30岁的大小伙子了，各方面都非常非常的优秀，可是到现在也找不到女朋友。啊，当然了，你不一样了，
有这棵风水树，一切都可以万事大吉的。阿姨，那我先回去了啊！哎，着什么急啊？喝杯茶再走啊！不不不，不用了。哎，陆小姐，明天见，明天下午签约。陆小姐，下午见啊！我刚刚特意找人给风水树剪了枝，喷了药。这房子遇到你这样的新主人，我也就欣慰了。左儿，起床了。哎，你今天不是要出去吗？啊，我今天不出去了，我哪儿都不去。哎呦，这大早上起来，谁找你了？妈妈，要是有人来找我，你就说我不在啊！谁来都说我不在啊！我睡觉了。知道啦，祖儿他不在家。哎，不行啊，这拖得了一时，拖不了一世啊！我总不能一辈子不见邵风城吧？张律师，我有件事得麻烦你跑一趟。来，留在。哎，白阿姨，真真啊，你来了，小邵。白阿姨，哎，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儿子景然。啊，儿子，这是程真真，这是邵鹏程，他们两个是负责咱们家房子的经纪人。哎，那个谁呢？骆小姐呢？骆小姐路上呢，我估计快到了，可能堵车。那个景先生，合同的事我跟你说一下。哎，哇，这小邵，阿姨啊，你儿子是景然啊？对呀，你认识他啊？啊，景然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设计师，我们大家都认识。啊，对对对对，啊，真的啊？哎呦，我儿子这么有名呢。是你要卖房，不然呢？你以为我很闲的吗？我只提醒你一点，别说穿我的身份。我对你的私事不感兴趣，但是你卖房，真的行吗？反正我也拿不到金奖，就卖卖房子呗。给你拉凳子。哎，好，请。谢谢珍珍啊，谢谢小邵。哎呀，这些事儿啊我都不用操心，我这个儿子什么事都不让我操心。合同没什么问题。买家怎么还没到？啊，应该快到了。应该，这是一个很不严谨的用词。儿子，没关系，咱们再等等。
One day, fate set us to collide. The way you look into my eyes. Never thought love would come like all was meant to happen. Where you are will be where I start. You've become my only star. Where it's dark is where you spark. I'd follow wherever you are. Baby, I won't let you feel afraid. I'll be here with you through night and day. All these memories won't be erased. My love for you will never fade. Hey, I know you know. My heart's getting close. We can't deny it's real. All my life searching, now I know I found you. I'm falling in love.